揸得的士，熟客梗系要有几个。早晨啊，陈生，好似呢个啊，起初斯斯文文，但系后嚟 ，hello， 越变越怪。呢次中湿晒，喂你怕丑都，我都怕丑噶。唉，我怕冇钱咋，所以咪翻多几份 part time 咯。哦，炒散，冇计啦，迟下想搞啲小生意啊。冇计，揾佢帮手啦。经手机 app 申请，身份即时认证。Yes， 又快又可靠，唔该晒。借少少搞生意，咁咪易周转咯。大家的事，大新的事。